他糊了好久。刘启俊再一次。他不反应。怎样？走，他刚做什么？没有问他刚刚做什么。启俊，你刚做什么？做给我看一次。跑步。快点，我看一下，我没看过啊。启俊，没有。快点呐、啊！哇。回家，坐车不好。是好事。你的手电筒麻烦拆解一下，这边的样子。